Okay. 拿起来。 倒置。 OK。 好，那第二步，拿起来。 拿掉。 OK。 然后再拍前面，前面剪短这边，再推出去，会看到我们针跑出来。OK。有了吗？有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先推掉。OK。就推掉。OK。然后接下来要插到身体里面。OK。这样插到身体里面吗？好。插到身体里面之后，接下来是先推这个。先推内针。 然后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到位引流出来。OK。如果 OK 的话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再推开。OK。好。然后现在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边有这个。然后再拍这边。做 loop。对，我们 loop 就拉，然后它就卷起来。OK。好，接下来就转。 结束了吧？结束了。